台北居然也有夏威夷。Big bye, big bye, big bye, big bye. Oh yeah. 这星期的周游列国，夏克力要带各位到美国吃大餐喽。哇哟，有没有看到？好漂亮啊！想知道台湾更多的异国料理吗？敬请锁定周游列国，带您每个星期都出国。